李思思这位年轻充满活力的85后央视主持人已经连续三年主持央视春晚。与观众心中内敛端正的春晚女主持形象不同，85后的李思思性格活泼可爱，十分乐意在微博分享自己的生活自拍照。马年春晚结束后，李思思在微博上晒出多张外出游玩照片。结束忙碌的春晚工作后，李思思的心情十分轻松，大晒自己卖萌度假照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什么什么？如果你还爱我，就什么话都别说，就跟我一路狂奔，狂奔。